整个看儿少的事故伤害是造成儿少死亡原因的第一高位，里边其中交通事实上是其他事故伤害类别的十倍之多。那意味着行人在我们的人行系统里边好像被保护的也不是这么的完整，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学校去推小黄帽计划，无非就是希望是不是小学阶段被教之后呢，可以减缓高中的死伤这件事情，要努力。在全球的整个道路安全的整个政策的典范转移里面，他们特别提到是安全系统的导向，能够促成安全意识文化。台湾真的非常欠缺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文化，在推动教育的时候确保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交通安全教育的权利。不要用生命来捍卫路权，交通生活交通原则最重要一件事，排除分配大家不同的冲突，不要发生事故的时候再来做因应措施，我们可以防范在未来。行人是一个社会单元，也是一个运输单元，一个复杂跟有效率的运输单元，它可以自我控制自我驱动，人人都该有权利在自己的城市跟社区里安全的移动，所以人是都市运输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公布数据还蛮重要，让民众能够去了解你今天身处在台湾交通对人的威胁到底有多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来做，如果要改变这文化的话，就是我们的行动权平等，每一个人都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每一个用路人有这个平权的观念之后，那每一个人用路人是我们大家纳税人缴的一个道路经费来做的道路的话，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看，是说每一个用路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来维护交通安全。还是那句老话，已经生得少的时候真的不容许，我们一个孩子都不能少。那我还是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了解生活中的周遭危险在哪里，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事情。基隆我们其实最常认知到它的地形的限制条件，就是它有93% 以上的山坡地。谢市长在上任之后，他其实对于城区这个就港跟城这个部分的交通有出现，先用一些马上可以做到的一个政策，未来会沿着就是配合基隆捷运的发展的部分，我们希望是利用 TOD 概念的一个城市发展，然后我们有一个15分钟新城市生活的一个概念，我就是希望它会就可能步行人行的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甚至有关公共运输的一些系统做一个结合。的人是把车子，不过是我如果没想错的话，停在火车站，然后再坐车或者骑到这个客运的地方，再坐车到台北上班或到新北上班，这碰到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基隆因为早期的建筑，所以它的确很难改善它扩大它原有的空间。那刚刚也提到了，我空间如果扩大的话，我今天影响到是谁的权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代表最常接受官说。市长一上任，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讯息。所以市长一上任，其实我接触到最早是行人友善、干净家园。大家如果看媒体，可以看到，谢国梁市长每天礼拜六、礼拜天，甚至平常时间站在路口跟警察局的局长去取缔广告片。他告诉你，握手还牵马路，是要牵这边，对，没错吧？哈，黄帽运动，事实上市长也要求教育处。努力的宣导这样的教育，那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在做，但是因为的确有先天的限制。那刚才听到很多都讲得很好，那再一次很谢谢这些专家学者，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分享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是在场的，你们真正在地的，你们是感受到的，也许我们感受不到，告诉我们，我们改进。